大家都要买饮料吗？要买哦，不然你们进来就是非法的哦。今天一人低消一杯饮料就可以入场了。今天是铁蛙特调，铁蛙特调是即兴，就是没有练团，没有说好要干嘛。哦，厕所在那边。吸烟区在那边，有火堆那边可以抽烟，吧台在那边。灵堂有开了吗？灵堂啊、哦，还没，灵堂还没开。灵堂在、后面那个木空间、木房子。然后今天是铁花村的最后一次铁花特调。不知道会怎么样啊？没有，没有要哭，没有要哭，我是没有。然后台上的乐手老师都是台中的乐手老师，好像也会有外县市的老师来，对不对？有吗？在场了吗？还没，哦，在了，是到了，到了。哦，小龙哥 ，My God， 那他们就会。自由上下啦，当然还是有工作人员控管，但是主要是自由上下啊。如果你被工作人员挡住，代表你没有贿赂他。啊，毕竟是最后一次，大家都要谈到哈、哦，不要有那个一直给坐在上面不要下来的那种哦。不知道谁啦。我不要，我一杯就用麦克风这样子。做一次那个试拍，然后下一次 call， 每个人下的 call 都不一样。这是 H band 的游戏，我们来试试看嘛。你也有 call， 你也有 call， 你也要打 call， 给一个数，多快？看你。慢的可以吧？可以。再慢，再慢。我跟雨果先示范 ，C 为基准。色现在是 C， 然后有一个人做自己的颜色。只弹三一一三五七都给别人的，好，其实也可以，大家全部都弹不一样的，蛮酷的。
Thank you.
们的示范组。我是那个换场小天使哦，我现在来跟大家就是预告一下，我们今天来参与的特调乐手已经达到23位。然后呢，鼓手呢就有博浩、Luki、盛哥、奇恩、Alexis， 还有小龙。Percussion 呢就是华伟跟左勋、陈真可以跟他们换的。然后 EG 就有 Sakino、雨果、浩毅、武真、唐振颖、唐燕轩跟那个喜肉跟蓝豹，蓝豹来自屏东。然后贝斯手呢有嘎照、威龙、金毛、俊阳、俊祥。Keyboard 手呢就是司马里奥跟展翼。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想说可以来一个换场。然后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 keyboard 可以使用，还有一个电子鼓可以使用。然后快来抢，不然就是猜拳。然后我们一个 set 呢就是以30到40分钟为基准这样子。然后不想要走的就看你可不可以被拉下来。不然就赶快下节奏，现在就赶快下节奏，赶快下节奏。然后 keyboard 还现在 bass 可以上台，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keyboard 跟 bass， 还有一个电子鼓这样子。好。
solo 的是吉他手武真，掌声鼓励。有人要 solo 了，齐彦想要 solo， 给他一个 drum solo， 万丈在前。
较谁？来个 percussion 组的了，可以吗？好，准备好了吗？六七，怎么样？再两个小节，再一个，哇！练吉他手，尤其是他打 percussion， 收了。看他的嘴巴就知道他跟陆华伟学的。选一下，选一下。不要害怕，在舞台上不可以害怕。
请 hold 住，请 hold 住。马里奥 ，By the way， 我们要 solo， 起步走，再见。
change 吗？老爸，我们也要change 吗？好，那我们那个来自屏东的朋友要不要上台一起玩呢？来自屏东的朋友有我们的柯小龙先生，还有蓝豹，你要玩吗？两个吉他手，唐正颖，还有一位，有人吗？新的吉他手。
谁好了。新朋友要不要收一段？要吗？准备了。One, two, three.
再劝几，再劝几。
solo 一段吧，西洛。One, two, three.还没有开机。Thank you.
盖一下好了，好吧？就你们两个吉他手来盖一下，就这三个和弦，准备好了，谁要先？好，准备好 ，one two three four。动态换人，确实 1 2 3 4。那你的对手 solo 啊，用抢的，对，用抢的。当然不是掌声欢迎，掌声给这两位吉他手，他们的 solo 上瘾的，不会停下来的。
们哥开一个好不好？马上抓头。好。手报名了，李又勋在哪里？李又勋。广播李又勋，阿丹玩球球李又勋，限你五个小节内上台。
掌声，可以掌声的，谢谢。我们劝举一下，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大家，还没有结束。这个刚刚的那个就是大乱斗呢，就是到这边告一段落。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最后呢，这个时间呢，我想要再把就是下一个段落呢，我想要就是回到就是铁花特调最早期的一些乐手老师们。我先点名哦，第一个就是郑杰任，在哪里？请出席。好，再来呢就是鼓手的话呢，我想说先请盛哥，盛哥。然后呢 ，percussion 呢就是华伟。然后吉他手呢，我们先请萨基努，还有艾斯。再来呢，贝斯呢，就是看威龙哥要不要弹贝斯，他还好吗？威龙哥，好。然后呢，我这边收到一个消息呢，就是今天又来了一个来宾呢，他叫做 Gady 哥，听说他会弹吉他，就让我们掌声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 jam。 然后呢，今天呢这一场叫做铁花特调，就是从早期呢就一直有了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天呢是铁花村的最后一次的铁花特调，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25位的乐手老师们，我们先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在这个十几年，25位，比观众还多了呢。没有，我们还有那个线上的观众朋友这样子。好，准备好了吗，盛哥？哎，艾斯哥呢？哦，艾斯哥。盛哥。那 percussion 呢？除了华伟，看谁还有兴趣？谁又需吗？要不要？你打另外一个，你打 percussion two 都可以，你们自己协调。反正要有一个华伟，然后还有一个电子鼓。哎，你好，我来电子鼓一下。好，没问题。那我们一样给他们一点时间准备。那还有个 keyboard， 就看咱要继续。台上可能有很多乐手老师都是参与十几年的乐手老师们，杰恩哥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哎，好，没事，好好玩音乐，耶。讲好了，这个空档介绍一下，那个从吉他手介绍，那个阿辉萨基努老师，耶，两位音量，乌马克夫妻 ，OK， 马斯卡乐团，还有什么？不耐原氏大乐队，还有什么？贝斯。
张文龙先生，来自土白，工艺家 ，OK， 也会焊铁 ，OK， 然后那个。电子果 Hugo 雨果 ，Yeah， Hugo， 他是来自西班牙的，他会唱《陈建年的海洋》，Yeah， OK， OK， 再来介绍 Keyboard 手展翼 ，Yeah， 展翼是法蒙斯乐团，爵士乐团乐队，太阳下山，很多乐团的 Keyboard， OK， 再来就是。艾斯老师 ，Yeah Yeah Yeah， 艾斯老师现在是担任很多的孤鸟型的艺人的孤鸟型的吉他手 ，Yeah Yeah Yeah OK， 再来就是我们的那个鼓手 ，Yeah 盛哥，陈景胜先生 ，Yeah Yeah Yeah Yeah， 台湾最好看的鼓手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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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好，今天特别来宾一定要介绍一下林振儒 Gaddy 老师，耶！大家都听过河岸留言，河岸留言的创办人林振儒，啊耶！然后已经有一个乐团叫做鸡同秩序，好，报告完毕。啊，我是杰任，预备起。不行，真的不能有我。我觉得爱死啊，爱死，爱死，爱死。左手。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很久没弹琴了。爱死，爱死，求求你帮我弹。帮你弹 Spain，OK。
Thank you.
点力气。我们还有很多场需要你，掌声鼓励厉害。
起哄一下好不好？起哄一下。小小的吉他 battle， 然后我们刚好三个吉他手，一人一句，两个小节，我们自己决定顺序哦。谁先？哎 ，one two one two three。是控台放的音乐呢，是我们的电子鼓手。好，最后最后一首歌，可以掌声一下吗？耶！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
救了，救了！寒风吹起，细雨迷离。为什么我会唱这首歌？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寻找港湾，不能把你忘记。爱的时光，爱的微微，爱的往事难以追。风中花蕊，生怕枯萎。我愿为你祝福。你们唱，我爱。
主持人司马里奥，还有刚刚没有介绍的很多的乐手，还有今天唯一穿非黑色的衣服的红色衣服的鼓手林翰，耶、yeah! ！祝你早日康复，你的拇指。有啊，特调，拜拜。谢谢大家。好，谢谢今天参与铁花特调所有的乐手老师们，还有底下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先请乐手老师们，刚刚有上台的，请到大舞台集合，我们要拍你们铁花特调的毕业照。好，先不要聊天，先不要拿台品，你们先赶快上台好吗？就先拍一下铁花特调的毕业照。那台下的朋友们，如果有空杯、空瓶、空罐，麻烦帮我们拿回侧边吧台，个人物品千万不要忘记带走。那今天呢是铁花村最后一次的铁花特调，接下来每一天都是最后一次，如果有机会呢，都欢迎大家再到铁花村来。提醒大家，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博客来会开卖12月27号到12月30日的门票，还会再来的朋友们记得要去抢票。请刚刚有在铁花特调演出，或者是你曾经有在铁花特调演出的朋友们，到大舞台集合，来拍一个铁花特调的毕业照。